要用这个吧？学我姐，不我没要，那放个开啊。我啊！草你我娘用亲的！这么粗的东西才有办法啦，不然那个太细的阿公他那个比较松，你知道吗？要用粗一点才可以把它撑开，我我没不知那个道。东西耶，学姐。没啊，这个便利商店就有了啦，阿哦，公还要好，消毒呢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等下去买。阿公，饮料、洗菜从便利商店买的吗？啊，我们医院的便利商店有卖啊，啊，消毒过的那啦，还很不是干便利净。商店，操你娘亲阿公，阿公，阿公不要紧张哦，啊，放心去吧，阿公。能不能先加热啊？我不喜欢冰冰的。哦，好，我先帮你加热哦。你要咋加热啊？拿去小心肝的屁股里面温一温，保温一下再拿出来，然后再放到里面，这样那子这就样我会温温不会得的。艾滋病啊？操你妈的！你有没有艾滋病啊？哇，你说不什会么？我的没有吧？好吗？他奶奶的！快点啊，趁现在没有人啊！有人来了，人来了！哎，这边在干啥子啊？没治病，在骂阿搞公晚啥子肠嘞？啦，我在骂阿公晚肠，检查肛门。老爷子啊，你是不是有特殊兴趣受不啊？了嘞，受不了嘞！我的天哪！阿公这样子哎呀，我不该出过来来之的，后我跟会你比们较道舒服歉。啦，阿公。你们这药也太强烈了呗，又没有喷到你呀、没事，我已经做好防护措施了。啊。反正反正你本来就长那样嘞。所以我才戴口罩啊。阿公，这根你要不要拿回去做纪念？啊，可以吧？啊，还是自己的味道最好。啊，你给我呗。哦。啊，好香啊！阿公，记得喝水，阿公。哎，你要不要问一下啊？不要，我问不到。你问看看啊，你口罩拿掉，不来我问问行，不看。行，不行，闻了我会倒。来啊来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你想干什么？阿公，你用那个捅他啦，阿公。不要，这是我的呀，这只能捅我。看一下哦，院长有说去哪里吗？他要回家睡个午觉。哦，哎，你知道可以买房子吗？医院后面有一间新的那个大楼。我不知道哎，昨天有跟，你有50万就可以买了。哦，还差。10倍啊！等我。你可以跟阿公借啊。阿公今天还跟我借钱呢。阿公，你干嘛跟别人借钱呢？阿公。啊，我这么穷。他跟胖哥哥借，胖哥哥最有钱的，胖哥哥。三叔。我先忙，傻。我太忙。刚刚睡着觉啊。他是我这个三环叔境啊，他是我三叔啊。啊。啊。是三叔啊。那昨几天，个都不讲话早啊，昨天，安刚睡醒啊，喉咙不太好。听得出来，你他娘的有没有刷牙？还没忙着打日志啊，打完再去。啊，啊，听起来就很丑啊，
你娘去的。阿公。哦。你有没有遇到昨天有一个新来的市民，他叫做涛涛。哦呦啊，是呀、啊。涛涛。好像是新进来这个城的人，叫涛涛，他叫吴涛涛。咋有人叫着命啊？爸爸不挨他是吧？哎，会有人跟你咬电话啊？他是瞎子是吧？女生是不是都跟我一样漂亮？哎，啊，那他不是瞎子就是骗子啊？怎么啦？你小心啊，你小心点啊！他昨天还传简讯问我在不在，是不是在忙，然后好像想约我。哎。啊，他肯定是骗你的钱。怎么办？没有别的，没有别的解释。不可能，你绝对是骗钱，不用怕，绝对是钱。啊，你同不同意啊？他是不是喜欢我？啊，不，不可能的，绝对是钱啊，只有钱了，没有别的，没有别的解释。老公好可怕哦，他是不是？你别做这种表情啊！你不要装可爱，这不一点都不可爱。他这不是想我的身体，阿公。阿公，我回去擦玻璃咯，拜拜。我去帮他擦玻璃。阿公，还有田小姐。啊。晚上哦，我会找时间。把那个阿威姑娘跟局长的事情跟大家讲清楚了。啊，对呀、啊，他奶奶的。阿公你说什么？霎时啊。阿公结果、就是。他们两个双双去世的事情呢、啊？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情。我说霎时候啊。到时候。差不多晚上的不会翘，还歪绕，我叫擦玻璃喽。平时大概就是做早班啦、啊，因为早上缺医护。早上死人的话，就只能靠那个上帝帮忙救，所以我想说帮忙分担一点，就来做医护了。那打个方向灯，96。可是感觉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包药嘛，就只是我们的另外一种赚钱方法。可以采骨科碱啊、大麻，然后把它变成药这样子。哎，我去哪里了？想跳楼啊！医院的厕所、好像真的没厕所欸，然后就只有住宅区有厕所，对吧、啊？医院的厕所这是哪里？哦，旧医院。
急诊室吗？后面有空间啊，怎么进不去？这个是往楼上走的。哦，这边就是那个啦，他们玩活动的地方。欸、我刚刚讲什么？手术台？我刚刚讲什么？急诊室吗？还是什么？安安哦。好啦，出去出去出去，我回去吧。哦，急诊哦。急诊室不就是要上手术台之类的吗？不是吗？哎、欸，你们在这种按咪摸的地方待久也会变神经病，好吗？所以你们要体谅院长啊。这边待久真的会发疯啊！他们现在对啊，现在就是改亮一点，改到这边来了啊。可是这墙壁破的也太帅了。这玻璃快被我擦到变透明的嘞，就是已经玻璃快没了哎，一直擦一直擦，我就可以下班了啦。不，好啦，我要播广告咯，反正现在还 OK， 没人。哦。欸，我好像还没吃早餐呢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早上九点起床就在开了，嗯，好啦，我们再去逛逛吧。我们先去买油，就要加油了，买油。对、欸，咋回事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不是按到这个了吗？这样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所以要先这样子吗？打不开我的门欸，救命啊，怎么办？哇！我遇到困难了，我是要敲破这车门吗？这个，好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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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我是把，我打不开欸，怎么办？按两下一，没那么简单吧？是吗？我没有按一的选项啊，而且重点是最讨厌是。你按 M 之后，哦好，没有转了，为什么 open？ 是这个吗？不是，我的门，我的车，都锁门啊。
救我！我等下执行，我执行不了。脱掉吗？还是我 DB 掉啊？救命啊！脱掉1000多块吧。哎、欸，再研究一下下。这个不要转嘛。不是啊，那个你我车停在这边，它好像感应不到这么远。哦，对吧、啊？附近没有公务车，我停太远了。啊，遥控车锁是什么？我真的不懂哎、欸。去车库。不是啊，所以我现在是这台车丢这边吗？那我去车库是不是？就是锁门啊，可是不能。哦。啊，为什么打不开？可恶！啊，这个嘞，第四个是什么？他们是不是也常常遇到车会锁起来啊？有啊，我刚有上车啊，这个车我刚刚用过了。好啦 ，DB 掉。哦，所以可以找修车厂的来帮我开锁。哦，哇，好，下次找修车厂的。不在车库，那我的车会在哪里？车厂吗？这样我的车会在哪里啊？脱掉厂。好的。应该不是这吧？应该这吧？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。脱掉厂这里，这是洗车。欸哦，这里啦，哇、哦，远的嘞，有，我要去叫救命了，希望还有人在，有欸。哎，阿星，嗨 ，Q 带我去一下脱掉厂吗？哦，走。你要去哪？我们去我家，我帮阿公。干啥？帮你那个剪全身。直接绑安全带啊。好了。给我绑安全带啊。好了好了。记得绑啊，很多刚新进市民不知道绑安全带啊。动不动就飞出去了。谢啦谢啦。不会不会。
哇，这么贵的哦？你有车哦？啊，警一一户局的啊，刚刚门打不开。一户局不是这里，一户这不是这里，这里，应该会看到一个红色的。哎、欸，你刚说什么？你刚是说你的那个车门打不开啊？对啊，然后跟你讲，车门打不开之后找我们修车啦，修一次300块而已啊。好好好，脱掉等一下付3000块，很贵、啊。好的好的。那好贵哦。好贵哦。哎、欸，问你哦。嘿、hey。有考过驾照吗？有啊，有考过啊。啊，有考着啊。啊，记得下次车门被锁，赶快叫修车。你这个拖一次3000块划不来。好恐怖哦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要解锁300块而已啊，很便宜啊。好的，感谢。哇，3000学个经验吗？搞不好等一下睡死都不知道哎、欸！我现在又饿又困，安南。应该睡着了啦，我觉得晚上的话不晓得欸，因为我现在应该是直接躺了就睡了。下车 DV 掉，嗯。好啦，我刚刚想说，等一下下车会不会被撞？好啦，我去 DB， 我去 DB。
肚子有点饿哎，咋办呢？要不要吃东西呢？啊，等一下哦，我叫救命。感谢发咯，吃吃吃，等一下，在车上待命吃东西。哦，你们帮我拍漂亮的。漂亮的呢。阿公很棒哎，阿公。这可以当我的宣传照哎。我完蛋了。是要跟着我进棺材的。阿公哦，没事啦，我刚觉得那个照片。哦，好了。30岁哦，不止10岁。阿公，多按一点，再多按几下，我就返老还童了，是吧？是啊，是啊，对啊，返老还童。一下，一下再按一次。啊，不用，再按一次会死掉，他捏你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哎、欸，还是阿星想要试一下。是什么东西？对啊，给新来的，哎、欸，新来的，要不要啊？欸、要什么？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没有，叫你学姐帮你全身按摩。你现在把你身上1500给他，然后他会让你舒服一下，帮你按摩。对啊，你爬下。哎、欸，你爬好。不用了、啊，躺着就可以了，不用爬，爬不舒服啊，躺着躺着。哎、欸，有客人了，一进。1500啊，半套，下半身。要干嘛？有没有送音乐课？帮你按摩，帮你按摩脚、啊。平常看也是，那个工作太辛苦啊。啊，你没有给我钱啊，1500。等一下啦，钱包拿不出来啊。我记得是这样吧，1500，给。为什么你一直在翻我的钱包？没有啦，在帮白毒，什么卷珠舞？哎，你这个身体哦。这个小鲜肉呢？你这屁股很紧实呢，小心你这个屁股，你是不是有在练呐、啊？你这个屁股没有哎、欸，你的妈很 Q 弹呢，按、啊、大腿中间这个也是很 不要乱摸哎、欸，学长别学姐不要乱摸哎、欸，不可能、啊，咋有人比我大智啊？只有喜德比我大而已啊，我已经确认过了。阿公，换你啊，再来一次嘛！欸、阿公，我怎么会看过喜德的、啊？
阿光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过了啦。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过节？学姐好了没？有阿面，阿面握绳子啊，上次在检查过，有没有台唱？不舒服？没有不舒服，从来没有舒服，也没有不舒服。你龙根那个地方，大腿内侧那边需不需要再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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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去碰它。不不不不不，钱我付的。有。不要了不要了，我可以起来了吗？真的不要帮你加奖吗？不要，有人来了。一定要。救我！快快，急着救我！这是怎样？记者救我！光天化日，记者救我！抓龙哥啊！哦，就是马杀鸡就对了啦。没有，我是被逼的。太毒哦！太毒哦！太毒！虽然他嘴巴上不要，可是身体很诚实呢。不吃享受哦。对啊，对啊。救我！他的链不会出卖他的，他那个龙根太硬了，要把他按到松掉啦。你这个根部那个筋这样太硬不行啦。这个躺在地上的是谁？新来的一户啊。新来的学弟啊。哦、怎么称呼？他叫阿星啊。阿星哦，阿星，你其实很开心吧？你啦，我好难过。哎，我刚刚发现阿星的眼睛在笑呢，阿星，你是不是很开心？你怎么喜极而泣啦？为什么要欺负我？没有啊，帮你按摩。对呀，怎么舒服的上班太辛苦，帮你按摩。我刚刚明就帮他摆渡。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英俊，你们平常医务上班很累，对不对？你帮他按摩一下还好吧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压力啊！你那个筋很硬哦，那个要按松哦，把它按顺、哦。没有，之前做过医护，我懂啊，医护很累啊，帮你按什么、啊？不行啊，我怕痒啊，捏一捏我会笑啊，所以刚才在笑啊。啊？啊？所以你是很开心啊，是不是对不对？我怕痒，我不开心。啊？哦，没关系啊，我知道了，我懂了，对吧、啊？他不好意思啊，害羞啦，第一次啦，我知道啦。玩一下，久就熟了。阿公刚刚也很开心啊，阿公，我刚刚帮你按的时候，你很开心，你在笑呢，阿公。看阿公，你看他脸有没有？你看他有没有突然觉得年轻了？阿公，我年轻的30岁啊。阿公非常年轻哦，阿公跟金城武很像的阿公。不用沮丧了。我心里面已经死了。有人要买修车包、哦。阿公要买修车包。啊，不用，我身上还有。那个变成昨天晚上这样子，没有办法回去哦。对啊，没办法了。啊，是谁在弄的啊？我有几十万都不见呢、欸，那怎么办？那个外星人软体，他有自己自首。他们拿去扩大轨道的人口了呗？我的钱被外星人偷走了啦！申请国赔啊！对啊，我要申请国赔。我等那个政府上班，我要去申请。阿星这样很难过，要不要开跑车兜一下啊？不要，我好难过。没有，我好难过。没有，你那个第一次他只是退软了。第一次这样子很正常啦，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包个红包啊！哎，我包个红包给你啊！不用啦，不用啦，你拿去买痔疮的药啊！
包个红包就没有问题嘞。你回家吃个羊肉片儿，吃几颗生蚝，明天再来按一次。人呢，阿公，阿喜得嘞。咋知道啊？他在搞谈事啊，他奶奶，他奶奶的。公，你看我这个速度是两公里耶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你直线七秒，你是不是骑了七十秒？你看，这考驾照都要这样啊，直线。他奶奶小兔崽子，你还没死啊？他奶奶的老。老头子，你怎么还没变灰啊？还没死啊！操你妈！你怎么还没变骨灰啊？你妈个逼！你怎么还没被烧啊？别出现在我面前，看到就气。阿公，哦，阿公，你看直线七秒这样子骑是不是很稳？哦，脚不能碰地板啊，你脚不能放下来。我在车上吃午餐，有没有？没事没事啦，你不要骂阿公啦，赶快去试一试。小兔崽子，哦，伟力炸酱面居然是汤的，居然给我煮汤的，我想说我闻到维力炸酱面的味道啊，结果怎么只有一碗而已啊，汤呢？就想说应该是什么牛肉面口味啊，有的没的，结果不是。我娘啊！我明明知道我喜欢吃干丝的。前面发生什么事？下车看看。阿公啊，为老不尊的臭老头。阿公，你好朋友来了。阿公，你好朋友。为老不尊。小臭老夫。看这个，跟这个，刚才都给，刚才都给他按摩过，那你要不要按一下？不要不要。你还去乱讲啊！操你娘亲，叫你不要讲啊！懂按呢、欸？哇哇，你们被按的舒舒服服啊？哪有啊？腿软了啊？也不行哦。应景啊！你也帮他按一下，我给你一切啊。我不用，我不用，给他来一下。他跑掉了。按他，按他，按他。小夫过来，小夫过来。你们走慢一点，跑不动啊。小夫。躺好。不用啊。很好啦。不要啦，不要啦，谢谢谢谢。小毛，你下车。小毛，你下车。下车。好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也下车，我也下车了，我也下车了。不要啊！他跑掉了啦，阿公。很黏黏。不要互相伤害啊！给你好扛的，你都不要。这个不没有啊，阿公，你不会给我好扛的。阿公帮你付钱呢，阿公帮你付钱。对啊，我帮你出钱啊。不要啊！不。
爆掉了。他会怕啊。欸，你是不是要，你是不是要回来按？没有没有，我要去忙了，我要去忙了。啊，台药台药。你要去忙什么？你要去忙什么？忙按摩。我对啊，这不是捞出来的问题哦。这个维力炸酱面已经不是维力炸酱面了，好吗？哎，这个阿公，这样不行啦，阿公。阿公，哎呀，看看又不会少块肉。阿公啊！哦，等一下多一块肉怎么办，阿公？别拍照。我拍到了，阿公，拍到了。在干嘛？刚才干嘛？别乱拍照，你急着啊！操你妈的！怎样？可以拿去换钱啊！啊，我有耿之前的照片，你要不要啊？啊，什么照片？来来，分一下，分一下，分分。就是刚刚那个王八蛋的照片啊！啊，什么什么照片？什么照片？刚刚那个王八蛋的呀、啊。回车上吃泡面。脚步线。十万块太贵吧？啊，有那个假智力啊！阿公，不然这样了，跟你换了。你刚才按摩的照片我删掉了，你就看那张了。他连按摩的又没差，你们两个他连的把我压在地上，操你妈的，表情那么痛苦。我没有压你。哪一个哪一只啊？哪一只压我？哪一个？我没有压你啊，我在旁边看而已啊。我说哪一个，哪一个神物？我这样熄灭会不会太大声？应该好像还好哎，看到麦克风没有掉。是到现在我的痘痘长在我的下嘴唇，那很夸张，所以我刚刚吸面的时候一直去蹭到烫到，好难过。那我吸比较小力吧，没有，重点就是刚刚吸太大力，我的嘴唇被烫到，那个痘痘就很痛。爷，不好意思啦，我刚在忙啊，我晃神啊。
好了，停车场没人了，等下回医院。呛到了。我吃汤的，吃汤的我真的容易呛到。啊。看来真的是没人，我们可以走了。电铃啊！医院又只剩一个人了。啊，你在吃什么？维力炸酱汤汤面。哦，好。什么？对，那是黑钱。哇。一直咳，好难过。柜台有没有椅子啊？想坐在椅子上吃啊？好吧，坐这边。嗯，特别海啸嘛。